钟鸣银夹子，纷纭德茂灿百年。台中市立钟鸣高级中学庆祝创校60周年校庆暨园游会开幕典礼，典礼开始。主席就位。乐队进场。Thank you.
的校旗队，以自信稳健的步伐，雄壮昂扬的精神，带领我们充满活力的中明人卓越前行。今天他们手上所拿的旗子，除了国旗、校旗，还有我们中明60周年的纪念旗。有补校、特教、体育班的武术、女篮、高尔夫、田径、软网、桌球六支队伍，以庆祝60生日为主题和创意，通过司令台欢庆进场。首先由陈彦如主任领队的中明高中附设国中补校，他们带来的主题是迎向学习新未来，中明补校乐学堂。中明补校在陈彦如主任、王志明组长、王维宇组长、刘永志老师、江美玲老师、许宜佳老师共同经营下，以丰富的课程、热情相见的优良教师，让学习充满乐趣。自民国63年创办以来，已迈入第44届。中明补校的同学们热爱生命，勤奋好学，年龄无局限，学习无极限，国籍无界限。今天有平均60岁以上的同学们共同参与校庆盛会，欢喜庆祝中明风华一甲子。Okay.
们谢谢他们热情的表演。现在进场的是国中部特教班，由国一十一班导师陈玉轩赖宏仪老师，国二十一班导师林芳燕林明婷老师，国三十一班导师和柯梦君杜云珍老师带领，为我们带来的主题为米奇特务六六六。国中部特教班是我们中名最活泼最可爱的学生，今天他们精心打扮成米奇特务，要和大家分享他们最喜欢的音乐和舞蹈。看他们走路的样子多么有朝气，脸上的笑容多么灿烂有活力啊！现在就请全场的来宾和师生给我们中明的小天使一个最热情最热烈的掌声加欢呼。加油中明的小天使，相信你们在爱的环境中一定能学得更多更好更快乐。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转换刷刷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坦诚，逞强的烦恼算什么？紧接着进场的是由王连生教练及龙狮影队长带领的武术队，他们带来的主题是中明武林至尊。武术除了在练习上可以强身健体，展现身体动作优美的姿态外，更可以学习武德的培养和一份永不放弃的心。感谢他们精彩的表演。接着进场的是由黄建豪教练及张敦亮队长带领的高尔夫球队，他们带来的主题是 Happy Golf。 高尔夫是个需要力量、耐力、柔软度、细腻度、专注度等各方面兼具的一项运动，最重要的是需要努力不懈、坚持到底、喜爱这项运动的精神。大家起他们带来的主题是中明软网称霸全场。
软网队已成立七年，在周秋平教练教导下屡获佳绩，不仅成绩亮眼，在球场上更是震慑全场。能够有如此好成绩，绝对少不了在练习场上的基本训练，对于每颗球都小心谨慎处理，追求完美。现在让我们来欣赏球员的英姿吧。Thank you.